好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衰鬼联盟的 Party 武魂，我是苏苏。今天回到来聊天钉日子的游戏啊，准备了。ここだ！今ここで死ね！哇，是的，这招已经过去了，已经。ここだ！死ね！死ね！哇！我的呀！この剣の力を思い知ったか。重新打一个啊！而家咧我就应该够玩嘅，我自己觉得。我觉得够玩嘅，因为咧出咗少少古惑。喂！出咗少少古惑嘅。首先有攻击力。
都系少少癫。咁多肉咧，味道够。杀咗佢，终于完啦！死斗月门之鬼蛇。啊！做咩事啊？中弹，喺呢度要谂。哇，好劲喎！廖天丁施展绝世轻功，在下舵嘅落石之间穿梭跳跃，不断向上移动。睇要爆機嘅節奏啊！廖天丁，一嗌佢啊！嚇，阿林，點解你會喺度嘅？佢唔係死喺嗰條僆仔手上啊！一直敬重你為英雄，估唔到你係背後主謀嘅大台奸。你講咩？冇俾清風呃到啊！佢先係台奸啊！唔使狡辯啊！你同從背狼狽為奸嘅樣，我已經俾佢睇到啦。唔係諗嘅一樣啊！阿林，你唔會啦。我要替天行动，为阿牛报仇。死啦！呢次，阿林，未晒。阿林，住手！放开我！我要杀死呢个台奸，系我害死阿牛啊！阿林，你冷静啲啊！凶手唔系廖天丁，真正嘅犯人系佢啊！清风，你自己讲。清风将来龙去脉嚟讲，解释一段。阿林先发现真事情的真相，天丁大，我差一点就要开枪了，对不住啊，误会就解开啦，大家快去吃饭啦，要吃啲咩啊？呢咁嘅时候，梗系食猪脚面先啦，帮大家去除呢个霉运。喂，个咩料啊？喂啊！
射无天流，六道天珠，岛田狂乱挥舞着手中的七格刀，一道剑气射向周围的乡民，众人都四处奔逃。即七家宝剑，真系七家宝剑，咁样打会伤及无辜，一定要将佢引开。左边呢？喂，杀我四面啊！哇！无鬼蛇无天流，万蛇天池，通天教太坤乾坤圈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仔志，快啲开枪杀咗呢条友！唔得咁样会打到你啊！大志唔好理我啊！再次嚟劫啊！喂，你射错人咯，大佬！廖天丁咁样牺牲咗啊？唔系嘛？喂，中咗子弹咯！似一下收个皮喎，点解结局会系咁样嘅？啲洒狗血嘅剧情，不过咧感人嘅，我觉得系，加上系成个游戏用漫画形式嚟表达。完成一轮故事咩意思啊？得第二章，听下故事先。听下个音乐先，咁可能有第续集喎，似个样。廖天丁嘅死讯传翻去大道情，唉，天丁兄啊，好可怜啊。加上佢好突显嗰种台湾嗰种文化，抗日嗰时系几鬼夸张。方好快對外侵犯呢個廖天丁嘅遺體，並喺山腳草草咁樣點啊！今年廖天丁，但我覺得廖天丁真係咁樣死咗咩？同本同埋反抗，應該28歲，我得㗎，為山死，但不可以提到。带我啦，细喺入边，李红贪图啊！但是我今嘛是在考无声，今嘛是往死无命，今嘛是天公下来看嘛，知你安怎归去？青春到头去，无计无代志，其实我讲的声音真滴够响气。结拜兄弟，少少的咱嘛规定，团结大家的志气，开下真下大事。反正其实呢个唔系好易做嘅嘢，如果就咁讲嘅话，陈崇贵本领天地。一百只人走向狂，夹住自己的门关，本来就该得不得安生。会当笑我空，会当笑我戆，就算外头给我一刀，会当原谅。究竟我揸住啲咩咧？跳动温柔的船只，一点也不后悔。人生总有一种遗憾，就算我满心伤痕，所以我应该成为一个。廖天丁话死咗。呢个世界，但我唔系好明点解阿乖会俾人称为世子咯？睇唔到佢同位有唔同。唔系我，起码我想改变咗结局。喺一刻可以达到呢个结局，唔计啦。好玩嘅，其實我都期待佢嘅續集，因為我就咁睇嘅話，應該係嗰個女仔廖天丁個師爸定唔知咩啊？希望佢真係續集啦，因為就咁完嘅話，我覺得有少可惜呢隻遊戲，係真係，但係唔知點解好少人玩咯。希望佢係多啲人玩。呢個應該一個好嘅結局嚟嘅，我玩嘅嗰個係，不過唔重要啦。我希望下次睇下其他人会玩到好绝啊，或者系啲
有機會俾其他人玩啊，係咯，或者如果你玩到好嘅結局咧，可以同我講下係點樣咯。咁就係咁啦。咁如果中意呢個系列嘅話，就記得 like 啊、share 啊、subscribe 嘅 channel。下個系列玩啲咩遊戲，暫時未知道，但係知呢集係第二部啦，所以我爆機嘅，就係咁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